よ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。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。心は進化するのもっとも。来我家做客吧。两项了，完成。以我之名，我看看。棒棒哒！啦啦啦！对应吧，记住，别这么做事儿。嘿，我高高嘛，哗啦啦！自己智慧，当当，让世界热闹起来吧！英雄，好好好吧！哈哈，别紧张，放松，别动呀！人都看见了，别想偷。两项了，完成，以我之名。哇！哟，全都可以炸完。再见。我要再听。小狗乖乖，小狗乖乖，聪明活泼，啊，淘气又可爱。小狗乖乖，小狗乖乖，喜欢做什么？和我一起做游戏，大家愉快。不祥之症，想知道吗？周而复始。该说再见了。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。站好了。使者在你。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厄运之事。放轻松。该说再见了。你替丞相拜见，不祥之症。站好了，本质如一。来得及吧？放轻松，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。有你，我立。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太难，百花盛放也好，成火焰能量也好。使者在你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应该来得及。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。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使者在你，我操！水面下便是无尽深渊。啊，多山太大，该说再见。站好了。哎，好的，两个辅助被抓走了。终于有事下了，来得及。厄运之事，使者在你。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。已经满星了。挺简单的。
无名客的大名。外形条件不错。好了。各位好，我是迷球，花火抽到没啊？抽不到我可不管啊哈！欢迎收看本期不复话两分钟花火毕业指南。首先光装方面，专武必须要抽吗？不太需要，因为有比较好的下路替代。但专武能给队友提供暴击率和暴击伤害，很适合缺双暴的大月卡清券玩家抽取。其次，本来的专武能进一步提供战绩点，痛能倒是不重要，因为花火平 A 也能回能，无论怎么样都能做到稳定的三动一大，至于提供的增伤，精英还略低于金武的冠未来。四星光装方面，逛未来对于高速花火配低速 C 来说非常不错，花火的每一次拉条都能使低速 C 立即行动，稳定吃到增伤。搭配高速队友就用雨行相会，适合纯量子盾，下无论是在花火前还是花火后，增伤都能全覆盖。追求灵替的玩家就带五五叠五五五，搭配乌瓦克或者祥鹰套，可以做到首轮三动。听张武 buff 随机看脸，但只是追求满星也可以带。仪器方面，灵替大佬外圈可以带祥鹰套，搭配叠五五五对168速度就能做到首轮三动，但专门去刷祥鹰本性价比不高，大部分平民玩家没必要去刷取，只追求满星的外圈带信使2加2即可，可以对160速度做到两轮四动。同理，内圈可以选择带万尔克，搭配五五只需要158速度就能做到首轮三动，但只限第一波怪物，第二波怪温瓦克失效，且 5% 的冲能对于花火意义不大，无其他增伤能力，所以大部分平民玩家内圈更推荐去带龙骨套或者匹诺康尼。新招老物现在按性价比也不太推荐。主词条方面，爆伤一，速度鞋，生命或防御球，充能神。副词条方面，速度最优先，爆伤其次，如果带着龙骨套可以歪点效果抵抗。配速方面，搭配希尔这种高速 C 时，速度要比加速后的希尔稍微慢一点。搭配慢速 C 时，只要花火的速度不大于慢速 C 的两倍，那花火的每次行动 C 都跑完了一半多的路程，那花火的每次拉条都能使 C 立即行动，此时花火的速度就等效于主 C 的速度，主 C 的速度可以一点都不去堆，全力去堆双爆输出。白蜡专武和过往未来也能稳定吃到，花火的速度只要不大于主 C 的两倍，在这区间内越快越好。比如清雀98速度，花火最高可以堆196速度，此时拉条收益最大，但这么高速度不容易达到，平民玩家速度堆到160做到两轮四动就行。然后花火适配哪些队友？首先肯定量子大队，浮玄加银狼加花火加量子 C， 仙儿、清雀、雪衣或者未来的五星量子 C。量子战舰终于齐了，花火就是那最后一块拼图，花火加弱咱清雀玩家打麻将再不怕不糊了。然后战绩点大户当然也别忘了隐月，隐月和清雀一样都可以安心带攻击鞋，全力去堆双爆输出，速度就交给花火拉条，慢速推也可以上警员或者虎克等。另外如果说你是近的玩家，但到现在还没有挖到布罗尼亚，那也可以先出个花火将就一下，拉条有总比没有要好。当然毕竟进入转换后不咋耗战绩点，花火天赋不好点满，你可以选择让辅助多 E 一下，早点攒能量多放大招。最后就是培养花火所需要的养成材料，左边为全部拉满，右边为不点普攻的。留点截图或收藏时间。好的，